可是没有好的，我帮他准备这个豆花给他吃，中华豆花，然后也好吃，很好。这里好好啊，买菜很方便哎。你看这个啊，有一个板子，这样东西才不会掉，还真好哎。哎，一共这是在营运道，在营运道是建国北路哦。它北路，奇怪，我以为他们家是平安，结果是建国北路。哇，这么好。自备普渡贡品，六天行程，不分级可以报名，六天哦。行，他们这里是行孝礼哦。佛菩萨让加持，让我能够住这里，这里很方便，买菜、吃东西、停车什么都很方便。请让我有钱，好买在这里，要有钱，有足够的钱，不用贷款买这里，让我股票大赚钱，赚如心理上一样的大，让我买用现金买房子，在这里附近买一间。这里交通四通八达，什么东西都很方便，真的很令人羡慕的地方。你看，要买菜啦，我就是喜欢买菜，好、哦、啊，这罐子，然后又要交通方便的地方，到底个家，这么漂亮的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能够住在这里这么漂亮的房子里面。这一箱吉利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二粒，200块，阿弥陀佛。芒果拜门神，拜门卡口，多谢门神护法神，甲阮护持，甲阮出入平安，阖家平安。门神啊，你嘛爱去成佛哈，念佛成佛哈，阿弥陀佛。现在啊，是一个呢中度台风，那么今天到明天还有机会增强。正大数据的强阵风，另外在新北